大家好，欢迎收看《悲掷印记》。上人说，手语是无声的说法，手语里的每一个动作就像是手印的智慧一样，可以加深我们反省的力量，同时可以加强我们觉醒的能力。这也是《悲掷印记》节目直播的宗旨。嘉勋姐，前一阵子在新闻上有这一则报道，他说国外有一群艺术家为了阻止人贪吃而杀生，所以就在他们自己身上抹上血，而且呢用保鲜膜把他们自己包在一个大容器里，这样远远看起来真的就好像在超市架上买卖的那些鸡翅啊还有肉块，哇，看起来好让人触目惊心哦。对呀，其实我们想想看，在人类世界里面，杀人是难逃法律制裁的重罪，甚至可能要一命偿一命。可是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常因为口欲而杀生，可是却没有想到它会造成很大的后果。但是除了杀人以外，大部分的人对于夺走性命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不痛不痒的，甚至还成为电影电玩等等制造声光娱乐的一种效果。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进入水善经文中的生三恶业。经文中提到，我们身体所会犯下最严重的罪就是杀业。为什么我们人会有杀生的念头呢？其实是有许许多多的原因所产生的。我们首先来看看妙音的演绎。水参经文中提到，因为我们的身体或行为所引发的三种恶业分别是杀、盗、淫，而其中杀业是最严重的一种罪恶了。是啊，尤其因为口欲而杀生，有人开玩笑说啊，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通通可以吃，听起来好恐怖哦。所以今天这段妙音就是啊，或成口欲起杀心，事实血肉杀群生。那它怎么个演绎呢？好，我们现在就来哈。好，或成口欲呢，就感觉是好像你在吃肉，对那种感觉哈。或成口欲起，我们把手打开来，好笑，然后我们另外一只手呢，要好像准备要剁它了，这种感觉，对，好，所以或成口欲起杀心，好，事实血肉呢，就是一直不断的哇，大快朵颐，对，好，然后吃，对，啊，杀群生呢，就是杀，杀，都是。杀杀对，那在这边妙音的动作呢，就尽量在杀的时候就让它力道出来，显现那种作恶的感觉。好，那我们再来一遍。好，或成口欲起杀心，事实血肉杀群生。哦，这样一比的时候都觉得实在是毛骨悚然。是，那这个是因为贪吃，所以吃遍了所有的生灵跟动物，可以这么说。
那还有一种杀生是为了利益，譬如说有一些行业他可能必须大量的去宰杀一些动物，如此他才能够盈利，甚至有一些人是一种不当的手法，譬如说他掳人勒索了，拿了钱财之后甚至还撕票，那真的是用血去换来的不义之财，好恐怖哦。所以谋财害命好像自古以来就有，可见人心的贪嗔痴一直没有变，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修啊修啊，所以接下来接下来就是要说祸谋钱财起害心，夺人珍宝害人命的妙义。那我们开始来开始演绎。祸谋钱财呢，就是把钱拿起来，好我把你的钱拿起来，然后我把你给除掉的感觉，所以这是谋财害钱财害，对，其害心。好，夺人珍宝呢，就是我把它抢过来的感觉，对，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有一点动作，要有点力气，抢夺，对，好，夺人珍宝，然后又把你给去掉，对，所以夺人珍宝害人命。所以一个是为了钱，一个是为了抢夺，对，那一个是为了夺人家的好的东西，好的东西，然后就把你去掉。这真的是蛮可怕的。是，那我想到，那这个至少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对，我觉得有一些人他的杀生的观念是因为他完全是在不知道的状况，可能是无心的。譬如说，可能逢年过节啦，我们要祭祀啦，要拜拜，可能要准备祭品。当那样的日子的时候，可以说是动物的大屠杀的日子，真的蛮恐怖的。那原本是一个好意，希望能够敬天地，哦，感恩天地的这些所有的一种虔诚之意，可是好像让这样的一种虔诚之意蒙上了一个死亡的阴影，杀生的阴影。嘉勋姐，你讲到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古时候啊，甚至他是拿人命来祭拜神灵的一个信仰，还有陪葬啊，对啊，皇帝要陪葬啊，这些真的都是因为不正确的观念而导致的杀生呢，非常非常的残忍。所以接下来就是祸因邪性起杀心，屠杀牲畜祭鬼神。好，祸因邪性呢，就是把香把它拿起来，不信鬼神，对，不信我们有神明，所以把它拿起来之后，我把它给除掉了，对，所以是祸因邪性起杀心。那屠杀牲畜呢，就好像这个好像是獠牙哦，獠牙，对，就魔鬼的獠牙，把它出去。你讲这些我都不想要听。所以这几个动作比起来，其实心情都不是很好。真的，我有这样感觉。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三个在练习？因为真的杀业是很多很多的原因的。是，好。好，所以第一个是祸成口欲起杀心，事实血肉杀群生。好，第二个是祸谋钱财起害心，夺人珍宝害人命。最后一个。祸因邪性起杀心，屠杀牲畜祭鬼神。其实我们应该知道，凡是动物都会非常爱惜跟珍惜他们自己的生命。或许我们会认为我们并没有用我们的亲手去杀害了我们所吃的动物，但是只要想到动物在临终的时候那一种哀嚎跟那种痛苦跟恐惧，其实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思考，我们到底做的是不是对的事情。看多少这个大地上除了人类以外呢，还有许许多多的生命哦，其他的生命啊，人类都要吃它，常常都会开玩笑的说，哦，天上飞的只有飞机吃不下，水里游的只有船，准假的落去娘，那其他的都吃，想天上飞啊，水中游啊，都通通吃了，何况呢，在陆地走的生灵有多少啊？所以啊，这都是人类的口欲哈，而且呢，非常的残酷啊，我们呢。前一阵子啊，有一位老菩萨在分享的说，他曾经有过在乡下养鸡呀、啊。当他呢杀鸡的时候，把这个脖子啊已经割断了啦。那要让他呢落去滚水杀哦，在
不小心之下呢，被他挣脱了这一只鸡呢，边流着血在脖子里哈，已经勾得快要断掉了，他还可以有这样的韧力挣脱掉了，他呢就要抓他，但是呢鸡比人敏捷呀，的被他逃掉了。明天一早啊，他要去倒饲料的时候，看到了这一只鸡哈，啊，跑回来吃饲料，看到了他吃了，吞下去呢，饲料是从他的脖子这个食道里啊落出来，他看着哈，吓了一大跳啊，从此。他也不敢再杀生了。这位老菩萨呢，边说边哭边忏悔啊，他说啊，入金藏啊，他更能感觉到真的杀生是很残酷的事。各位菩萨们啊，少杀生啊，多素食啊，才能呢让天地呢风调雨顺啊，大地平安呐、啊。这呢不只是有关于这一代，是下一代呀、啊，不只是下一代，我们的来生啊，哈，还有一个呢平平安安的大地，有一个风调雨顺的。世界，这才是呢真正的与大地共生息呀、啊！所以，我们呢要多多警惕自己的这一张嘴哈、哦，常常都说啊，这笔下痕呐、啊，这一痕呢，永远都填不满的啦。可是呢，笔下这一痕呢，造了多少的恶业？所以我们现在要转恶为善呐、啊。接着，我们邀请到专业的手语老师丁玲菲丁老师来教我们跟今天相关的主题的自然手语单字。丁老师您好，好，老师好，老师好，大家好。嗯，我们今天讲到的是杀业，其实、哦、杀，对，你看这个，所以一讲到杀，我马上就想到血肉，哦。痛都是几个对，嗯，好，血它是红色的水，所以是用红色，红色的，先打一个红色，然后流下来的东西，红色的水就是血，嗯，比如说我红色，然后从这个地方流下来，头流血了，哎，比如说我红色，然后从这边流下来，手流血，手臂这边流血了，所以只要红色的鼻子流下来就流鼻血，流鼻血，流鼻血了，对对对，是是是，那只要胃出血呢？譬如说，比如说这样的话，我们会说红，然后会打在胃，这是一个胃的意思，胃，胃，然后这边流血，所以一样还是用颜色，然后看是哪个位置，对，就放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红色的水就这样流出来。那其实流血它一定会疼吗？是痛吗？会痛，好痛哦。嗯，哦，你看，同样的，你牙疼，牙痛就放在这边；你头痛，比如说你手臂这边痛，看哪里痛，心痛哪里？心痛，哦，也是这里啊，对，就放在心上面这边，心痛都是一样。对对对，那。因为我们说的这个杀生也好，我们会有流血啊，或疼痛，都是跟我们因为有肉嘛，是，肉啊，肉，哎，这边就代表肉，哎，虎口的这个地方是，哎，代表这个肉。那不同的肉就是前面再有一个不同的表达喽。我们比如说猪肉，如果光要讲猪肉，这个是猪，猪，哎，猪的这个肉，肉，哎，那牛肉你可以说牛，牛。哎，牛的这个肉，那人肉呢？人肉就人人，真的是这样子啊？对对对。但是因为如果说我们在整个句子里面已经在谈到这个猪肉啊什么，其实我们不一定要把肉打出来，你光打个猪，哎，就知道在讲那个猪怎么样。其实我们讲到杀业的时候，我马上联想的字就是惨不忍睹。
哦，就这样子啊？对，这就是惨不忍睹。哦，这就是惨不忍睹。对，好像看得有点，我的表情就会觉得说，对，你看我的表情，其实就有点惨不忍睹。嗯，对。可是这样子，我们会发现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嗯，可有一些人看到他没有什么感觉的耶。嗯，没什么感觉。也就是有些是想，是空的，在他头里面是空空的，那你表情就要无所谓，没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好像对他来说杀生不痛不痒，对，所以我们真的要尊重生命啊，不要杀生，对，那尊重生命，停，杀。你就尊重生命啊！不是，这不要杀，不要杀生，不要杀生，不要杀生。然后尊重生命呢？好，这个是生命，生命，生命。你要尊重，尊重生命，生命。对对对，尊重，尊重，尊重生命。对，要把它抬得高高的，要尊重它，尊重，尊重生命。是是是。其实我想最重要的是，真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是，对。这又来成语了，又来了。老师要邀请老师。好，如果你说我，你可以说自己，自己，自己不想不要，或是说不喜欢，不喜欢可以。好，就是给别人，别人也不要，对，也要听，也不要给别人。对，因为真的，假如说我们能够将心比心，是将心比心，对，将心比心，知道说，当我们在杀害别人的动物啊，或在动的时候，其实那种感受就不会把这样子的杀业不断的再犯。是是。那我还想到一个，我们说谋财害命啊。谋财害命，对，是，嗯，我们之前在前几次，对，阴险，对，就是我要，我在计划很多阴险的事情，然后把它杀掉，然后把钱抢过来，哇啊，这就一连串把所有的步骤都讲了，对对对，很阴险的计划，计划，然后杀掉，然后把人家钱拿过来，哎。所以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对，是都要停止，对，一切都要停止。好，非常感恩，非常谢谢丁老师，谢谢，谢谢。接着我们来学习今天的手语印记，既有一字一句，希望我们能够警惕自己，远离杀业，常养慈悲。开心多认真保害人命，火因喜满起杀心，见他都已伤他命，火因邪心起杀心，屠杀生出即鬼神，深夜有三杀盗淫，深夜有三杀盗淫。深夜我们直接比身体会造的一切罪业，左手有，右手三。杀我们左手代表一切生灵众生，右手一把刀子杀过去。盗的话，左手捂住口鼻，右手把东西从别人那边抢夺进来。淫的话，我们左手比颜色的色，右手比欲望的欲，种种罪业杀罪身，种种罪业杀罪身，种种我们直接比各式各样不同种类，罪业我们打罪，就好像被人家绑起来做错事，业我们打字形。杀罪身的话，身不比我们直接右手食指大拇指往右一拉，就是罪狠的动作。或成口欲起杀心，或成口欲起杀心，或成我们直接打因为，
口欲的话，我们右手抓的食物放到嘴边，这就是吃的动作。因为口欲，我们起了杀害生灵的心念，是食血肉杀群生，是食血肉杀群生。是食血肉，我们右手抓着食物吃不够，左手再吃，就是暴饮暴食杀群生。从左到右就是滥杀一切众生的意思。整句来一次：是食血肉杀群生，祸魔钱财起害心，祸魔钱财起害心。这边我们打因为，右手比钱放在额头，就是贪婪的贪。钱财的话，我们打财的字形。起害心，起不打，我们打害的字形，向外就是害别人的那一念心。整句来一次：祸魔钱财起害心，夺人珍宝害人命，夺人珍宝害人命。夺人，我们右手把东西从别人那边夺过来，然后再比人的动作。珍宝我们一样比钱财。害人命的话，我们由左向右打害的字形。祸因细慢起杀心，祸因细慢起杀心。祸因我们打因为，细慢的话我们打随意任意的动作，起杀害生灵的那一念心。下一句：践踏蝼蚁伤他命，践踏蝼蚁伤他命。践踏蝼蚁，我们直接打虐待暴虐的动作。伤他命，我们比受伤伤害他命。我们用蚂蚁，左手像一个平面，右手的小拇指就像蚂蚁在面动。下一句：祸因邪性起杀心，祸因邪性起杀心。祸因一样打因为，邪性的话我们打偏邪偏掉的动作，性的话我们打信仰的性，起了那一念杀害生灵的心。下一句：屠杀牲畜祭鬼神，屠杀牲畜祭鬼神。这边屠杀我们就单纯比一个杀的动作，牲畜的话我们比动物，祭的话我们双手合十稍微往前，好像在拜拜祭拜的动作。鬼的话，两手食指小拇指大拇指放在嘴角往外一拉，就是鬼的獠牙。神的话，右手抓住左手的食指，代表精神神明的神。我们整句再一次：屠杀牲畜祭鬼神，杀生夺走别人宝贵的生命是最严重的罪过，像这样的业报也会一直跟随着我们。想想其他生命的痛苦还有害怕，我们真的要停止杀生。的确，当贪嗔痴恶念升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马上觉醒，不要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而犯了杀业。如果我们希望世界能够和平快乐，首先要培养一颗慈悲善良的心，同时要尊重生命，疼惜生命。今天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您的观赏，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我因喜满起杀心，践踏蝼蚁伤他命。